我们的微博智能手机快乐大比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泡泡球擂台赛。说到这个泡泡球呢，现在在全世界都风靡了一种非常好玩的健身跟游戏的方式。泡泡球擂台赛游戏规则：参赛队员换上泡泡球装备，两队每轮比赛各派出一名队员出战，在规定区域内进行追逐撞击，率先将对手撞出规定区域五秒钟则为胜利，两分钟内未分出胜负则为平局。让我们看看哪一队能撞出一片天地吧。那今天我们分成了红队跟蓝队，我们采用的是一对一的比赛方式，看看哪一队最后赢得多，好不好？人气爆棚队加油！颜值爆棚队必胜！必胜！什么？好了，两队各派出第一位参赛的对手。一对一，第一轮对战的是两位女将谢娜和吴昕。好，十五秒钟暖身乐开始。好，比赛开始。这是两位女将的对抗。现场场面十分火爆，比赛异常激烈，加油！快出去！哇！跑跑！金姐，5、4、3、2、1，红队获胜1-0。哎，我那个帽子就这样，我看不见了。好，接下来，红队派出的是海涛，而蓝队派出的是维嘉。第二轮，体能大涨的海涛对战游戏黑洞维嘉。好，来，15秒暖身音乐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好帅 ！Ready， 冲！比赛开始。这样的场面简直不忍直视。起来！他站起来了，他真的站起来了！回家，回家，加油！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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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！哇！难道维嘉就此落败？加油！起来！维嘉，维嘉，维嘉，加油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异地再战，5、4、3，好！难以置信，这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一个场面。维嘉快！维嘉快！进攻！海涛，你是被自己打败的。海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救救海涛！我不能倒下，倒下就起不来了。好，第三轮，杨洋对郑融合。轮身手矫捷的杨洋对战综艺游戏王郑融合。好，郑融合对
杨洋 ，Ready， 十五秒暖身音乐。好，十五秒，暖身结束，我们看杨洋自己能不能起来啊？预备，比赛开始。这样的场面简直不忍直视，他发动了暴风骤雨般的进攻。杨洋，你是在跳舞吗？好呀，好呀。让我们看看杨洋能否站起来。他站起来了，他真的站起来了。柔和你也出来哈，两个人不能都五四。哎，好好好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现在两个人已经僵持了一分钟，如果两分钟还没有分出胜负，就双方是一比一平了，就打成平手。杨洋开始发起反攻，杨洋，小宇宙爆发吧！哇哇哇哇！又一次强力撞击！哇哇！郑融合使出了遁地术！哇，刚才这个！加油加油！十，对抗到这个时候，双方都已经体力不支了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四、三、二、二。好，时间到，谢谢杰的挑战比分是一比一平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谢谢林俊杰和白敬亭之间的角逐。第四轮，旋风少年白敬亭对战呆萌师兄林俊杰。十五秒钟的暖身音乐。好，来，比赛开始。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，双方一开局就陷入了僵持，现场场面十分火爆。他开始采取逃跑战术，双方队员都拼尽了全力。这是一次硬碰硬的对抗，好，再来一次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双方握手言和，体力都消耗非常之大。好，干得漂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红队和蓝队，我们人气爆表队和人气爆表队是一比一平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红队还剩下一名队员吴磊，
而我们蓝队呢，因为四位都已经上场了，所以吴磊你可以在蓝队当中挑选一位做你的对手。我要选 Pew。 OK, let's go, 吴磊。吴磊终极对战，鬼马精灵吴磊对战综艺游戏王郑容和。又和又吴磊，吴磊，红队获胜1-0，蓝队获胜1-1。时间到，目前的场上比分是1-1。时间到，双方握手言和。好，来15秒的暖身时间，开始。好，准备好，最后一轮，预备，加油，开始，春花润花。这是什么战术？郑容和使出了遁地术。弹走鱼尾纹，你也可以。不管怎么样攻击，他依然是岿然不动。他再一次使用了遁地术。哥，吴磊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他的选择是学以致用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战术。哇，小心，5、4、3，好，进来了。好，哇，郑容和获胜，好，恭喜。好，吴磊表现非常棒。好，所以人气爆棚队再加一